你们的梦想是什么呀？我的梦想是老师。我们一个一个来说，好不好？好，来，先从你开始。我的梦想是老，不是医生。妈妈，很多，我妈生病的话很严重。然后还有，带她去医院的时候，有些，奶奶他们病得很重，还有医生也很少，然后所以你就想要帮助他们，对不对？对，那我们也知道这里是寄宿制学校，对不对？对，平时都见不到父母。对对，很少见父母。那你们有没有什么话想要跟自己的父母说？我想说，姐姐重新问好不好？控制一下情绪。想说什么都可以啊，用藏语说也可以啊。姐姐先来问，你们最想去的地方是哪里？拉萨。拉萨呀，那这里有去过拉萨的人吗？有啊。我没有去过。你没去过拉萨，对不对？我想去看天安门。天安门是吧？你想去北京，对不对？对，北京。好，大家努力。大家努力学习，然后以后我们可以去北京，好不好？好。我们可以以后想去任何……等一下，老师缓一下情绪，好不好？好。老师也想爸爸妈妈了。老师的爸爸妈妈在哪里？在拉萨。我们重新问，好吧？好。小朋友们，你们有没有什么最想去的地方呀？有。哪里？内地。拉萨。我想去北京。北京。我想去拉萨。你去北京哪里呀？去看天安门。是吗？好，我们努力学习，然后我们以后凭着自己的能力去任何自己想去的地方，好不好？好。